吉祥如意。我的天哪，做个人吧。近日某说唱歌手在与朋友聚餐时手肘击恐吓卖艺老人，并且还转账了一分钱嘲讽该老人。事实上这位卖艺的老人还是藏族人，瞬间引发网友热议， rapper 哪来的勇气这么狂。尽管事后该说唱歌手也发文道歉，说是自己喝多了酒，此举动并不是有意而为，但网友们并不买账，犯了错误的人都怪喝酒，理由不免显得有些牵强了。开玩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这种举动的确很伤人，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公众人物，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啊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希望该歌手多传递些正能量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汉琼。由于3月29日我发布了一条视频，里表现出了涉嫌对藏族同胞歧视或侮辱的行为举止，我十分抱歉，对不起。